刚刚走音。哦，那重唱。啊，我今天下场跟走音也是耽误人家时间，自己都唱走 key 那么大声，大家都听得清清楚。哇！这还要刁人家？看你是年纪大，对你讲话客气。是因为他是演员，我女儿是新人吗？年轻人要有礼貌一点啊！我们对每一个大人都很有礼貌啊，看人而已啦。想要讲，你进来这个圈子，你知不知道新人要怎么当？相相惜惜。走音的多一点。对不起，我走音的。要喷喽！请问现在有什么地方不能喷吗？要喷喽！不要喷啊！可以，可以喷给他。可以喷屁股吗？来，再一次。不好意思，顺着一般男孩子的要求。怎样？没有，我刚刚走音。哦，那重唱。还好。好，不好意思，对，真的有。刚刚那他还是笑场跟走音，也是耽误人家时间，自己都唱走 key 那么大声，大家都听得清清楚。哇！哎，妈妈，你来唱好了啦。这还要刁人家，你浪费我们大家那么多时间，现在你要刁人家，是怎么一回事？你又推人家，现在还要刁人家？没有，他也是也唱了两三次啊，唱两三次当大家后面一些什么？那你自己在那干嘛？明明就是他走 key 啊，明明就是他走 key 啊！不是啊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嘞？我有点听不懂嘞。因为人家歌手唱歌，那你现在还要进来讲说他走 key？ 我拿水给我女儿喝，我是顺便这样讲。为什么是要这样嘞？我是顺便讲。大家都是，因为我当好录影，你也就浪费大家很多时间了。因为我耽误时间的时候，你们大家都会这样子讲我。那他耽误大家时间的时候，为什么都没有人讲他？不行啊！哎，看你是年纪大，对你讲话客气。是因为他是艺人，我女儿是新人吗？你知道我意思吗？是因为他是艺人，还是因为我女儿是新人？好了，就算是这样子好，这也是一个浪费大家时间嘛，对不对？影响大家情绪干什么？他自己谁不走音，谁不我唱那么乱七八糟，你干嘛不上来骂我？看嘛，可以有好人好欺负，你就要欺负人家是？没有，他确实是走音，是要推他确实是走音，他自己承认啊。那你当推那样是要推怎样？我刚刚推那样子我已经讲过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因为 Makio 是歌手，所以他有权利再要求唱一遍。他都已经帮你女儿演这戏，你还要再去想办法刁？你有没有想清楚来啊？不是，没有，我及早搞得太尴尬了。我是突然想到说，刚刚我们这样子一次两次，我希望我女儿好。然后表现得很好，他也不是你女儿啊，他走音，那关你屁事。我们了解啦，可是因为其实前面他就已经让你女儿就是可以换角色，然后我懂。对，那现在我刚刚是拿水给我女儿喝，我才想到说为什么我女儿这样子，你们就要没有啊？我们大家互相体谅可以吗？没有，真的很瞎哎。刚刚你女儿要唱歌，我们也让她唱了，你要不要跟你妈讲一下？不是很奇怪？你还想不想录？如果你不想录的话，你就走。真的，不要这样浪费大家时间。真的对不起，真的。你干嘛去跟他对不起？不要弄了啦，真的。不是你干嘛去跟他对不起？不是，这种行径，整个人录影，大家心情都不好起来了。原本就已经 KK 的，然后录演戏演乱七八糟算的。那演一部戏之后，我不是要对他凶，好好跟他讲，他听不懂啊。没有啊，年轻人要有礼貌一点啊，有礼貌，真的，我们对每一个大人都很有礼貌啊，看人而已啦。对，而且刚刚我们已经让女儿说要唱歌，我们也让她对，而且对啊，她刚刚一个人在那边唱，你这整得像恶霸小叮当里面鸡安就这样啊，就大家很和谐的要去破坏。讲话不能刻薄嘛，行吗？我没有刻薄，我只是说，那你自己还不是唱歌都走屁股。对不对？也是搞了两三次，也是耽误大家。我没有要对你凶，真的啊，就是纯粹一个看不爽而已。哎呦，那这样子跟这样有什么？你说你讲话没有？你说看不爽，这三个字就很严重。哎，刚开始前面都客客气气的讲话，这三个字就很严重了。那你是要怎么样呢？那你是要怎么样呢？你要怎么样？你打我不成吗？我干嘛要打你呢？你要打我不成吗？你是女孩子，我干嘛要打你？不要把我当女人，把我当老太婆好了。不行啊，但是我最讨厌人家倚老卖老啊，就好好讲不是就好了。对不对？先录完好了，先录了，好不好？这样子我要怎么录啊？没关系，这整个跟尴尬他在，我要怎么录？没事录一录，然后到时候又进来插一下。杰森，我跟你讲，现在你要不要叫你妈站在那边不要动？不是啊，你们制作单位的自己是不是应该要想办法，是看看这是什么状况？那每个人大家之后都有事情，那这样要怎么录？你要不要先跟你妈沟通一下？我妈有当然要沟通，难道她想要讲话？那你进来这个圈子，你知不知道新人要怎么当？
对啊，你有妈妈在，母姐会也都是这样到学校去争取。我相信你的妈妈也会这样子护着你。如果不会，真的不会耶。我相信你是个新人，很多我知道，因为我妈妈教我们都是客客气气的。对，如果说她以这样子的方式的话，如果人家骂她没有家教的话，那不是骂到你了吗？我也没有骂人，我也是客客气气的。我希望你们能够给我女儿机会啊。哎，平常我希望她表现得好。我们同行这么多年，从来没碰过这种状况，不要开玩笑了。完美。我也是为节目，好好好，我也没有骂人家，好，那个下次就不要再发了，麻烦，真是麻烦，赶快录完哦，几点了？上来搞那么久，干嘛？喂，这样子喷我女儿啊？那我让我女儿喷阿咪马屁，我让她感觉看看舒不舒服。不要这样子好不好？就当是这样子，发记者来没有？不要这样。不懂人话是？他刚刚没有听过。把他头发全部撞，把他头发全部撞，把他头发全部撞，很好玩。新妈发火，马奎欧一脸惊恐，就让我们来检查看看，到底谁才是真正的凶手呢？狼是杀狼台的嘞。这个应该走音了吧？喷了，走音，喷了，乱套。哦，原来凶手真的是马奎欧。杰森，你还这么用力？哦，你们两个惨了，新妈要毛起来发威了。很远很远地方这样子啊，他是我是全身这样喷着不放吗？还是什么？还是怎样喷？你还好吗？啊？你不要喷我妈好不好？我喷到你。你怎么样？你还好吗？我喷你吗？你还好吗？还好。啊？还好。这种东西，这样喷太久，万一感到感，他后面又穿露背装，等下感冒怎么办？感冒医药费我出，好不好？为什么要你出？全部就是效果而已。为什么要你出？难道我自己出不起吗？没关系，我的女儿生病要你来出。我出我还出。不相信说你们这样给她每个月包养薪水都好。这样喷你会觉得很舒服吗？我真不懂哎，被喷的感觉是什么？那你要不要试试看被喷的感觉是什么？我无所谓啊，我老了反正就是这样子。没关系啊，年轻这一招算你赚到。我觉得马屁，你刚刚是不是故意喷我女儿？没有，你不要弄马屁哦，你不要弄马屁哦。为什么不能？他刚刚你弄他就真的会翻脸的啦。我告诉你。刚刚我女儿站在这里，平常一讲，你们每个人都有被喷的，只是这样子，这样一下。可是刚刚马奎欧喷真的很久，他等于是对着我女儿来的。我刚刚也喷很久啊。对啊，你要针对马奎欧的话，那这是大家尴尬。公道自到人心啊。其实你不要一直帮着马奎欧讲话，他就像妹妹一样跟我一起啊。啊、那他也可以做你妹妹啊？那这个确实他是我同学，我也对他很不错啊。那喷他会不舒服吗？哎，会痛吗？那刚刚是不是你喷的？是马奎欧喷的。那我刚刚有没有喷他？我也喷他，那会不舒服吗？阿姨，是你，我不是制作单位的人。如果我是制作单位的人的话，绝对不是这种处理的方式。大家都是看你一个人，尊重你的意见。年纪大 ，OK， 你也注意你女儿，也都很好。那今天来这里干嘛？要搞一个大家气氛尴尬的？他唱歌我都。那你平常有没有在看电视？有没有看节目嘞？可是你看他刚刚被喷的那种感觉，整个头发飞起来，这样乱七八糟。哇，好可爱，真的。不是啦，啊，头发你没有头发，你怎么会可爱？不是，因为你就是喜欢那种头发飞起来的感觉。节目有一些效果。哦，哎，你不要骂脏话。我没关系，我对我自己骂，可不可以？骂脏话犯法吗？不要这样。你觉得骂脏话是教养的人做的事情吗？对，那你觉得一直中断人家录影，这是教养跟人做的事情吗？那我让我女儿喷阿咪马屁，我让她感觉看看舒不舒服。不要这样子好不好？她刚刚喷多久，我女儿就喷多久。不是这样在干嘛？你这样子你才是报复啊！还是我们就全部立正听你讲话，让你享受这种尴尬的气氛。我站在那里看得很清楚，哎，真的很清楚。你说像人家喷枪是这样喷一下子这样。死在一小时，不是你看，比如说这样一下就断了，对不对？他不是，马屁欧当时是这样，你发记者没有？不要这样，没有，不懂人话是？他刚刚没有听过，刚刚就是这样子，你真的不能这样。马屁欧是没有被妈妈，你这样欺负马屁欧，他是为什么？他喷回来啊！好，都不要这样，都不要这样。马屁欧都没有停过，刚刚就是这样，把他头发全部这样，把他头发全部这样，把他头发全部这样，很好玩。不要再弄了。你不要马屁欧，你就不要出来了，对不对？你不要针对我们马屁欧，那喷来喷去，他喷的会很痛吗？会感冒吗？那被喷也无所谓，那也喷回来了，好不好？拜托一下好不好？
这叫闹过了没？好了，我不是闹啊，我事实就是这样。我的女儿给人家吃了，我不能没有能做手不管。不是，她现在有没有感冒嘛？她没有感冒嘛？有没有感冒？流鼻血了没？不，流鼻水了没？有没有？没有流鼻水嘛？对不对？对嘛？没事嘛？她没感冒。